大家好，我是老杨。最近这道菜在把胡萝卜和肉末炒熟之后，倒入少许清水，接着再淋入适量水淀粉，把汤汁炒至粘稠，然后起锅，把炒好的肉末倒在蒸好的鸡蛋上，撒上切好的小葱，紧接着就可以上桌了。关注老杨美食，让你天天做好菜。